何佩瑜认定翁子光为结婚对象。何佩瑜日前就现身九龙塘为电影《导火新闻线》借票，谈到同导演男友翁子光喺街头拍拖表现亲昵 ，Jenna 就直认二人相处甜蜜，而男友更加表示想同佢一生一世。问到 Jenna 会唔会闪婚，佢就笑言话：闪婚真系唔知。两个月啫喎，你结婚啊嘛？但大家都有呢个共识嘅，即系结婚大事都有嘅，系啊系啊。有冇借啲耳问下你咁样啊？即系对婚姻嘅睇法嗰啲，想唔想早啲结婚啊？有暗示，有冇暗示？有暗示咯，暗示结婚啊？此外 ，Jenna 又透露已经见过家长，更加指妈咪对翁子光嘅评价相当高。咁妈咪又有冇叫你箍实对方呢？有啊，即系想换啊？唔系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再找男朋友嗰个对象咧，唔系嗰啲诶，即系细路女啊，即系一起开心嗰只，唔系，即系我要，即系而家我都大噶啦，即系冇乜时间，所以我即系而家大家的方向都系找一个。穩定的，因為很重要。